大家好，本来说一会儿这个本期大关键的关键吧，《速散之魂》487深渊赛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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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上来一个伞，丢的位置不是特别好。律师、飞行家、空军加古董商一套，怎么说呢？打速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或者说打这些单刀型监管者。非常非常不错的阵容，这套阵容呢，它可消耗，但是这套阵容因为它的战力太强，前期你基本上占不到什么便宜啊。这个上来是一直选择低头走路啊，他这个狩猎本能，大哥，你这带的是个张狂，张狂，你不能不带挽留吧？张狂挽留配狩猎本能吗？张狂开技能补一波吸魂，然后闪现一刀带走律师，都不用闪现，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想象当中这套阵容前期还是蛮能溜的，然后中间嘛有打架有救人，该有的都有，对吧？打着打着，速散这边被迫控场，然后做一个。就是消耗，把穷者消耗殆尽，私人开门战，看速散开门战能捞几个，这个是我本来想象的这个局的一个局面啊。这边的话，飞行家被迫交喷射背包拉走，看了一眼，两台密码机都在抖动，那这样的话，闪现开刀飞行家都很香啊。捏伞，蓄力刀有，漂亮，然后再看一眼密码机。飞行家这边，哎，贴身飞，看机子不动了，开吸魂往回赶。空军这边过来其实挺远的，这个人有点难救啊，对吧？这冷不丁的，待会儿给你切个金身，因为真不知道他这速散不带挽留吗？确实不太可能啊，但是。带了挽留，他这个天赋怎么点到狩猎本能上面去的呢？人没救下来，这边有摇铃。一个抽刀，漂亮。他有冲动，有冲动就有挽留。我想了一想，应该是张狂挽留，然后剩下的天赋点就点了那个狩猎本能吧。有闪现，有摇铃，摇了铃，当前物品不可使用。哎，互换啊，互换不亏啊，互换不亏啊。这边的话，但空军是一个反向，速散这边丢伞，一个吸魂，那失魂落魄有没有？来一手失魂加落魄。好久没看到速散的大招了啊！这一波打完，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无解的。残局了，就穷者这边的话，密码机就算能修完，就算三人开门战，他们面对的速散应该也是有闪现捏在手上面的，闪现直接打，然后这边丢伞变黑，古董商看甩棍，震了一手，两棍中一，飞轮交掉，蓄力刀没打中，还有一棍。哎，那还行哎，虽然说还行归还行啊，那但这个其实是不是特别有用的啊？它是就打的当前那波打的效果不错，但是对于结果上来讲，我们来想一想啊，还是要严谨，因为密码机差的不多，这边能不能打出压机救人？我觉得速散这边一定丢伞去控这个空军其实会好一点。摇铃有了，这边的话有足迹。一个抽刀，哎呦，这是一个过板刀，好吧。那空军这边机子还没摸上呢，空军在翻箱子，游戏结束。挺好的，这把的话，速散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就是什么呢？速散在追击过程当中的基本功。啊，这个确实是基本功够扎实。就抓人能力强嘛，跟打篮球，对吧？是一样的。你这个投篮准，哎，你只要投篮够准，你终究是厉害的。
这边空军准备跳地窖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也是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看一下空军能不能跳地窖，苏散这边好像没有排到这个方向啊，他应该是没有想到，这空军就是一直当那边飞行家倒地，或者说飞行家没倒的时候，感觉空军就已经有在往这个方向去做准备了。这边他丢伞来拦一波地窖，镜头给到空军，飞轮有，护臂有，但可能吃个摇铃，护臂跳出来，哎呀，护臂过程当中吃了一刀，真的，这速闪的一个基本功好强啊！拜拜。